开运八八八八，红包大放送，隆重登场！活动期间内，锁定每天晚上6点至9点的精彩节目，扫描荧幕左下方不定时出现的 QR code， 至悠悠 App 集点，点数累积越多，越有机会获得八八八八大红包以及精美好礼哦！2024春节一起合家观赏，其乐融融。悠悠贺岁巨献，最欢乐。最疗愈，华丽大升级，感动再加倍。2月14号年初五晚上6点，欢乐好声音2，悠悠 TV 欢乐献映。悠悠 TV 龙凤呈祥，新春强档电影《龙底家神偷奶爸2》，欢乐好声音2，没错，好戏上演。宠物当家2，来哥哥。疯电影，你准备好了吗，小伙子？没问题。武器确认。不会尿裤子确认。欢乐好声音。悠悠 TV 陪您和乐融融过好年。请你跟我这样做，好运来接龙 ，Ready Go。武器拿出来。Kimi 姐姐，新年快乐！太棒了，是可爱的芭比，还有漂亮的贝贝陪我们过新年呢！新年快乐！龙来，龙来到了，好期待！龙来，祝你 Happy 龙来，龙好，大家健康身体好，来玩龙马 Very Sweet， 龙来去 ，Everybody 龙好运，开心的龙年，祝大家龙赞，龙好，龙 Sweet， 龙好起来！蜡笔小新超强卡斯庆龙年，天下春日部学院的怪奇事件，万人救生，幽灵忍者真风传，屁屁翻身之术，涂鸦王国与差不多四勇者，哎，多多转位门，新婚旅行风暴，夺回广智大作战，受欢迎，龙年行大运，幸福龙口利，欢迎光临，你是今天的幸运客人，请问你有什么愿望想实现？神奇干妈店过年不打烊，2月7日至2月14日下午5点30分特别献映，红子婆婆祝您龙年快乐，天天龙欢喜。龙年到了，一起来说吉祥话，龙光焕发人欢喜，龙图大展有福气，龙华富贵阖家兴，龙福齐天最好运。悠TV 祝大家龙马精神，龙运当头，阖家平安乐融融，新年快乐，恭喜恭喜。彼此鼓励，彼此强壮默契，彼此加油，彼此打气。
很久以前，大家不知道计算年月的方法，于是玉皇大帝宣布在他生日那天举行动物渡河比赛，最先抵达终点的12种动物就被选出来当作年份的名字。第一名一定是我的，喵！才不是嘞，我才是第一名。跟在他们后面一定没问题。这种小比赛啊，我就参加一下，打发时间。很快的，渡河比赛的这一天到来了。天一亮，鼠小妹和牛大哥已经准备渡河了。鼠小妹，你不会游泳，我来载你过河吧。哇，那真是太谢谢你啦！我的毛这么漂亮，要是碰到水就脏掉了啊。反正我跳这么快，我就跳到上游，然后绕过去就好啦。看我全速前进，轻轻松松拿冠军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噠噠，我有准备好一根木头，我们一起抱着过河吧。就这样，所有的动物都努力的渡河，希望可以成为12生肖中的第一位。终于到了，鼠小妹，你有我第一名。啊！你怎么可以？在最后一刻，鼠小妹耍了一点点小聪明，就变成了12生肖中的第一位，而牛大哥就变成第二位喽。好的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南天门现场的状况，其他动物们也陆续抵达喽。老虎来了，接下来是兔子，还有从天而降的龙，紧接着是蛇，帅气的马，同心协力的羊、猴、鸡，很有精神的狗，以及最后慢慢走进终点的猪。耶，终于到了！呜呼！比赛结束，12生肖就这样确定了。每一年由一只动物来命名，今年轮到我了，所以今年是龙年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有弟弟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恭喜恭喜！是可爱的芭比，还有漂亮的贝贝陪我们过新年呢！新年快乐！